家好，大陆，这三期我们在伊敏镇休整了一天，待了两天之后，三期在这儿也吃了两天的草，这个公共的草地。然后我们今天继续出发，前往哪儿呢？前往西苏木应该是。然后过了西苏木，到达海拉尔就只有一天的路程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到达那个地方，因为岛上一直在下雨，到现在刚刚停。看到那边的云还是有点积云的意思，所以我们抓紧赶路。现在是11:13，我们看今天到西苏木45公里要走多长时间。海岸比城的诺娜，海岸比城的走纳。我们中间经过了一个村子还是小乡那种感觉，感觉就是特别荒凉，好像看到的都是老人们，是都出去干活去了吗？还是都迁移了？不知道，在中国是不是这样的城市也非常多？火车一辆辆的超过三七和我俩也莫名的矗立好久。现代机车带走了煤，带走了铁，带走了草原千年的平静，也带走了一代代的年轻人。如今正值开学季，看着他们憧憬远方的样子，我们曾经何尝不是这样呢？从内蒙古的小城小镇苏木嘎查，终于可以奔向那个外面的世界，那个曾经去不了的地方。但当时的我们又怎会知道，从踏上火车的那一刻，故乡对于我们只有冬夏，再无春秋。